甲来自全省各地游客同齐唱生日快乐。业者嘛邀请同款伫十一月过生日的游客共同庆祝。业者同时邀请大家食鸡卵糕，分享这份喜气。玻璃镇知名巧克力工厂欢度八周年庆，除了举办庆生活动以外，也特别捐赠五万块，和南投县麻烦小天使协会。最主要是要感谢大家，我们都是用一个连结幸福、分享爱的这个态度呢，准备了一份这个支票的，就是五万块呢，捐赠给麻烦小天使这个基金会。因为我觉得我要连结所有的基金会，大家真正的来为所有的社会来做一些加油打气的这个情况。麻烦小天使协会希望募款，就跟永久性照顾新生障碍孩童的家园，已经举办一场募款分优惠，得到巧克力业者的首先响应。我们麻烦小天使是从88年成立，那这些小朋友慢慢的长大之后，他们需要一个在地生活、在地老化的家园。11月8号在中心会堂前面。我们要办一个为心智障碍的朋友筹建一个永久家园的募款活动，那我们这个音乐会就是要筹设他们的这个家园，所以我们特别来做这个音乐会。业者表示，因为全国民众的热情支持，因才有今仔日的规模和成就，因愿意将所赚的钱用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用社会企业的想法和理念回馈社会对因的支持和爱护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